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面对世界末日，耶稣基督有些很宝贵的教导，教导我们要懂得分辨，用什么来分辨？用圣经真理来分辨我们所听到的各种不同的说法。如果这样的说法跟圣经的相合，我们相信那个是会成就的。如果这样的说法是超越圣经的教导，我们就要分辨，不要中了他的那些错谬的说法，以至于陷入迷惑，甚至陷入恐惧里面。耶稣的确告诉我们说，末后的世代会看到天灾，会看见人祸。而在这样的境况当中，有一个更大的基督徒要去面对的是什么？是因着福音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而主给我们一个很荣耀的盼望，就是忍耐到底必然得救。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盼望，第一个是忍耐到底，也就是说那个忍耐是不是无止境的，这个苦难会到底的。你知道人在困难当中最可怕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不知道要熬多久。我以前身体不好，在当兵的时候，很痛苦，很辛苦。然后呢，每天就数馒头，因为每天早上吃早餐都要吃馒头。然后呢，大部分当兵人都在数馒头哦。然后我讲说啊，破冬了，也就是说，哇，剩下365天了，哇，破百了，只差剩100天了，哦，已经变成两位数了，99天了，哇，只剩下10天了。你知道那有一个很大的盼望，就是我不是永无止境的，会结束的。会结束，有一天我会退伍的。哇，我那个时候因为身体不好，所以其实很害怕当兵这件事情。但是有一个盼望，知道我就是两年，我就是两年，我就是两年，很快会过去。忍耐到底的那个底，就是告诉你说，会有一个最后的一天，不是永无止境的，会到底的。那两年，那700多天，会到底的。谢谢主，忍耐到底。而且后面说必然得救，那个忍耐到底，如果到最后的底是砍头，最后的底是绝望，那个到底一点都不有盼望。但是忍耐到底是要得救的，谢谢主，这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那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在神的生命当中。那么那个到底是什么时候呢？耶稣是这样告诉我们说，他说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。什么时候到底？当福音遍传的时候，当福音遍传的时候，主快再来，那个时候是我们极大的盼望，你知道吗？因此谢谢主，有很多宣教士他们到福音未得之地去，其实那些地方都是危险的，他们需要去那个地方为主付代价的，甚至很可能到了那个地方去他就被砍头了，就在那里病死了，就在那里被毒害了。真的有非常多的人，他们是带着一个很荣耀的盼望，因为他知道我在使福音一步一步遍传的这件事上，主要做的这件事上，我是与主同工的，我们是很有盼望的。谢谢主。如果末后的世代有很多的苦难，我们怎么样使这个苦难的时间缩短呢？广传福音，快快的广传福音，当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，在整个的地球里面，那个福音的未得之地，那个福音的未得之名，一个一个被主得着，福音遍传下去。谢谢主，那个末后的苦难和灾难的时间会缩短，因为主快要再来了。谢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还是说，耶稣基督有关于末世的教导，不是带来恐惧而已，是给人盼望的。因为是需要忍耐，但是那个忍耐会到底，而到底是一个好的结局，不是到底是一个悲惨的结局，是一个得救的结局。而那个得救的结局什么时候到底呢？当福音广传。因此今天我们透过各式各样的媒体，能够让福音到许多一般人进不去的地方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，当福音遍传的时候，主快要再来了，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Thank you.
声要向主歌唱，一生要向主献上，我心属于你，因你而欢喜，将自己全然交托给你，愿你更多充满，更多与我同在，这一生因你不再依然。一生要向主歌唱，一生要向主献上，我心属于你，心不再怀疑，将自己全然交托给你，愿你更多充满，更多与我同在，这一生因你不再遗憾。触摸我心的脚，我灵全人夫妇敬拜你，求引导我每个角落，一生甘心为你活，一生要向主歌唱，一生要向主献上，我心属于你，心不再怀疑，将自己全然交托给你，愿你更多充满，更多与我同在，这一生因你不再遗憾。触摸我灵，全人夫妇敬拜你，求引导我每个角落，一生甘心为你活。感谢。